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台北市万华区的苏霸丸油柜，创立于1946年，啊，之前每次来这边都卖光光了，那今天幸运他有在卖，那今天就点他们的招牌。好，营业时间在这边上午10点到下午8点，每周二公休。啊，霸丸就是他们的招牌啊！啊，等下点的时候要跟他拍一下。啊，墙上就有一堆有名的人签名啊，但是没有我的、啊。超级超级超级多有名的人。啊，这边就是价目表。啊，我们赶快扫一下。好，那招牌就是霸丸，其他再看看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哎、欸，好，谢谢，哎、欸。刚讲了这个超级有名，所以一定要拍一下、啊。记得好像是也是百年老店啊，七十三年，73年啊，也是很厉害啊。这边呢？哦哦，古早味创立于民国35年，哦，就先立有，哦，七十几年也是很厉害啊。感觉这个油是冷油的感觉啊。嗯。保温的。哦，这样。有什么绝招可以传授一下？没有。开玩笑的。哎、欸。好，我们只要负责吃就好了。我有2次来这边都吃不到，都卖完。哦。太晚来了。哎、欸。啊，就加入这个。特制的酱汁啊，然后有一个不要蒜，好，哦，真材实料，嗯，阿妈就是从年轻卖到现在了啊，第二代，哦，第二代，从您父亲的时候，对，哦，第三代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墙上这边就有简介，跟暂停键看一下。啊，有够小碗啊，不，那个分量不大啊。刚好啊，因为我有吃过午餐，所以这个算是一个点心。嗯，啊，70几年老店，感觉他这个霸碗里面好像还有栗子。嗯，蛮特别的。啊，皮很 Q。它栗子还蛮好吃的。嗯，口味很好，嗯，然后笋丝也没什么怪味，然后霸丸的皮还蛮 Q 的，我觉得口味还不错。但是感觉味道有点平啊，加点辣看看好了。嗯，哦，辣椒超辣的。嗯，嗯，加辣椒更好吃，那辣椒只能加一点点，很辣。真材实料，还有香菇，很烫哦。虽然没有冒烟，但它温度蛮高的。嗯，好吃。
那分数我觉得是90分。嗯，就是一种古早味，然后小小颗的这样子啊，很适合女生吃，或者是你当个下午茶点心。啊 ，PQQ 的，然后这个酱的味道是浓郁浓郁的，先咸再甜的味道。啊，那这个就是油桂啊，应该是 N 嫂会比较喜欢吃。这个是芋头的，嗯，继续吃下一轮，说得好，嗯，嗯，这个很香，芋头很香。哦，这个你喜欢吃芋头的话，这个会比霸王还好吃哦，芋头香气很浓郁。嗯配上这个酱很搭配啊，因为我刚我那个栗子碎掉了，所以 M 炒这个刚刚好，你看到有整颗的栗子啊，不错，蛮特别的，好不好吃？几分？满分。又满分了？很好吃。好，那就好 ，M 炒说满分就满分了啊。好，再是四神汤，要么零挂满呀。嗯，还 OK。它有股它自己特殊的味道啊。汤的味道我觉得比较普通一点，那比较原味啊，原味的味道比较重一些啊，那分数我觉得是70分啊。啊，最后是这个什么洛神花茶，据说很天然。嗯，清清淡淡，淡淡清清，像极了爱情。嗯，应该是爱情过后的这个平淡啊，完全就很清爽。你觉得喝起来怎么样？很淡，嗯，像极了爱情。没有哎。像结婚20年之后的感觉。很热啊，嗯，好，那分数也是70分啊，很天然，不错，嗯，芋头的好吃，嗯，芋头很推荐，这个好吃，嗯，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台北市万华区的龙山文创基地万华老神咖啡乡，那就进去过观看。这好像是有歌手要表演，你好，你好。先，这个就是那个活动几点盖章是吗？活动几点盖章在里头的服务台。好，谢谢。好 ，OK。那这边已经是咖啡的部分了，哈密瓜拿铁。啊，蛮特别，先逛一下。不顾咖啡，好，这个好像是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司康，不顾咖啡，
因为水果比较多的气泡饮，当季是凤梨嘛，对对，所以今天我们出这个。对，在好几分钟。好，谢谢。山水食品花生行，好，总之这边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美食跟咖啡。那拍到什么就不一定了，我可能会想要找我先认识的那一位老板娘。OK。果粒咖啡，呆呆找到了，嗨。好，你要找老板娘？哦，不在。对，老板娘晚一点回来。晚一点回来。哦，是哈、哦。那个已经拍三次都拍不到他，这次一定要拍到这样。大概3点之后来，比较有机会。3点到4点。对，比较有机会遇到。哦，比较有机会遇到。好 ，OK。好。对 ，OK。在忙。哦，这样好，相信啊，因为那个主办人呢，比较忙。嗯。要不要来一罐清茶咖啡试试？那我就先把这边的店都扫一扫。哎，有的不晓得为什么那么多人呢、啊？都是亲友团啊，不是那个都是这个很多的客人来这边准备要喝。好，刚刚是开玩笑的。伯爵的甜羹，这看起来不错，提拉米苏。哦，这家人好多。都说什么？蒙甲四啊，看不？蒙甲423。它的味道。看起来好像还不错。这个帅哥、啊，那这个之前曾经拍过九日咖啡。然后其他豆子如果想要闻都可以跟我讲，我在做香品店的时候看这样子。然后今天的意式菜单也是在这里，今天有比较特别的是咖啡调酒，我们在店面是没有卖的。咖啡调酒，咖啡调酒，对，哦，不过你们好多个分店，我们有3家店，哎呦，然后都是我们自己开的。哦，有去过哎，我有去过吗？有拍过哎，而且还有拍过。谢谢谢谢。对，您是老板娘吗？嗯。哇，厉害，超厉害的。啊，那你刚刚说，那每只豆子的调性都不大一样。那这两只是终身培，这只是我们的意式综合。如果我没有看错位置的话，意季咖啡是什么意思？意季是一个品种 Geisha， 然后它本身是来自于伊索比亚，可是后来在巴拿马办广大得了很多的奖，所以后来各个国家就开始种意季豆。那台湾也在种意季豆。那台湾的意季，台湾最有名的还是以种意季豆为主。不然的话，它的香气都会比较没那么特别，都会是以核果、坚果、奶油、可可为主。可是如果种到意季豆，又在比较高的海拔，像这一只是在阿里山脉的尾端，那比较高的海拔它会比较好的香气，所以这只你可以闻到果香跟花香。然后还有酒香，因为它做艳阳处理，所以会有酒香。哦，好专业。然后，所以台湾的豆子本身价格都比较高一点了。那可是如果想试试看，又不想花那么多钱，可以先买挂耳就好了。对，因为豆子本身蛮贵的。您说您是？蒙甲423咖啡。那也是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有买咖啡就会送随身杯的活动，那就是你随身杯来店里做消费的话，可以终身享有9折的优惠。终身哦。对。哦。它是限量的，所以。要的话，可以是赶快去做消费。OK， 好，终身呢8折，那赚到了，要摊掉了啊！好，谢谢。OK，
看来在这边逛街优惠还蛮多的。阿婆婆杨桃是什么？杨桃汁，杨桃汁，甘心咖啡，凝视咖啡，哦，这个上次有拍过的。嗨，你好，第二次见面了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哎。好，这个是上次有拍过的那个凝视咖啡。哎，这他们家咖啡也蛮好喝的哦。他现在装的是红红，那我们有特色饮品，它是遇见柑橘，我们的遇见的冰滴，然后加上自己做的柑橘酱，然后还有青草茶拿铁，都用青草茶，再加上柠檬做咖啡，还有牛奶，所以会是青草茶的香气跟咖啡的尾韵。哦，有上次有喝过。好好啊。是酸梅加上纯雅的咖啡豆，所以喝起来会酸酸甜甜的。啊，酸酸甜甜哦，赞哦。然后冰的跟热的喝起来不太一样，可以试喝看看。哦，好。上次你好像没有喝过这个。我上次喝是青草茶的。对，但这是肯定梅子，肯雅咖啡加梅子。肯雅咖啡加梅子啊。然后酸酸甜甜，像极了最近有句话叫"像极了爱情"。像极了。冰的很清爽，然后热的话会比较。冰感比较浓郁。哦，这个好喝。再试试看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对。啊，那我们再逛一下，谢谢你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嘿。啊，在这边好像是书的部分，书籍的部分。前几点活动的那个是在这里拿吗？哦，没有，就是正要集。啊，好，谢谢。集满之后就可以换那个什么香袋的香包，好赞，好谢谢。要怎么用啊？请问？这个的话，也就是这边有讲，比如说是剥皮寮，你要去参观特展的话，就要按一个。然后 C 跟 D 呢，是我们的任意店家摊的那个咖啡摊位，你只要有消费的话，他就可以帮你盖章。哦，然后其他下面的话呢，就是有点像闯关一样，就可以依照的说明，然后一去盖章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谢谢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按到我自己没什么好看的。两这边是叫街口六号咖啡吗？哦，实体店面在西门町。西门町哦。因为我在你们家这里的感觉，对啊，太难了。可是你可以在另外再去买一张啊。其实坦白说，我觉得我每次买这回去，我都没有感觉，就一直放着。只是当下看就很开心。对，然后想说还是克制一下自己，不要乱买。还是谢谢你提醒。咖啡就是那几支。对，今天这个市集限定。哦，限定哦，那一瓶是多少？一瓶是100。一百。哦。都有花果香。都有花果香。有喜欢哪一个？哦，就是哦，限定版啊。OK。好，那刚招自己就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好看的，哈哈哈。这个夜味好，我之前有拍过啊。这个好像也是可以参观的。先写庆和馆。对，如果你价钱的话。这是可以进来参观的哦，谢谢。好，这个不错啊。忠肝义胆，气贯乾坤。
啊，安尼好。我感到好多。八品大又是什么东西？你好，这也是咖啡吗？是。哦。哦，好好特别。我们咖啡很好喝哦，我们的豆子很好。哦。对，这样。好。啊，可能就是以这个逛街的形式，再看一下啊。这个又是什么？杨桃汁，要不要喝喝看？我最喜欢杨桃。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哎。这个呢？这叫魁士咖啡。哎呦，好感动哦！今天比较简单，就是美式，然后跟拿铁，另外一个是西拉咖啡，它是比较有甜感，它比较有甜感跟酸感。对，是你们想喝半点的？啊，再逛逛。目前逛到觉得差不多了，差不多选一支来喝喝看，觉得嘞？不知道。哎，刚没看到这个，那是披萨哦。你们是那个是不是很有名的那个窑烤披萨？哦，东园街啊、哦，我想起来，你们是那个哦，我粉丝曾经有建议过是必吃的。哎，啊、哦，那现在不花钱啊，不是不花钱，先试试看看。来，这里请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小心拿哦，把东西给我。啊、哦、好啊 ，OK。这个披萨是？这个是那个咖啡巧克力，哎，直接这样。咖啡啊。咖啡巧克力啊。好，谢谢。我先把夹看麦。还蛮香的。好像披萨在东园街那边都是排队的。有时候啦。有时候。假日比较忙一点，哎，日倒是还好，但是都是建议客人可以先定位，好，先定位，对，嗯哼，对，因为座位比较少的关系。哦，这样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个是那个什么露点咖啡，对对对，谢谢你嘞，啊，这个在前面的。前这个是什么酒啊？这是西班牙的，专门肯定是有西班牙的味道。请问这个是什么酒啊？这个啊，这是精酿啤酒。啊，精酿啤酒。对啊。是咖啡的吗？没有，这是啤酒。哦，就啤酒。对。OK。特别偏苦，它会比较。
花香强调花香，就是卖的。哦，所以也是有啤酒的。就不会像他们那么可以那么多人讲。对，嗯，喝起来的话，它会有一个。这边是咖啡吗？对。哦 ，OK。它刚刚我们是戒酒精神，对，慢控 ，OK。好，对，是戒酒精神。嗯。哦，这边好像是吃的东西。哦。刚被人家撞到我的袋子，所以震动一下。哎、如故咖啡。这个司康好像也很有名。鸡蛋、蔓越莓、焦糖抹茶跟柠檬。哦哦哦，是啊，那我假装不认识你。有很自然啊，都会打招呼。来来来看看哦，花生都是我自己炒的哦。要帮你盖章吗？需要盖章这些吗？嗯。啊。啊。这逛了好几圈呢，要不要喝什么吃什么？好，那已经看了好久了，那决定光顾老板娘好了。嗨，老板娘。是。哎，您刚讲到说那个这里会有比较特别，就是咖啡加调酒。嗯，对。是。哎，那一杯是多少？哦，那一杯是200块。好，如果艺妓是多少？艺妓的话，我们目前是卖挂耳，一包是150块。哦，就没有现场的。没有没有，然后它是台湾的艺妓，所以它的价格上面会比较高一点，可是它风味非常的好。好，还是现场是有那个对不对？气泡冰咖啡。对，没错，那个是用金杯意式豆做的，是我们去年得奖的作品。哦，好，那我喝那个。好啊，好啊，气泡冰黑咖啡吗？它是冰的嘛？它是冰的，可以哈。哦，好好。谢谢。零矿买呀。零矿买你有在？对，有，你们那个咖啡我常喝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在那个青岛，哎，青岛东路对。青岛西路。西路，就是那个健保局那边。对对对，那边有个妹妹很可爱。短头发，佩萱吗？我们家佩萱终于桃花开了吗？好，那我现在帮你准备。那你有纪念卡吗？啊，有。好，来，这个吗？啊，对。好，那就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哎、欸，那小老板娘这么漂亮，谢谢。哎、欸，我会跟那位可爱的妹妹传达你的称赞。哎、欸。收120元，120啊，帮我付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那个气泡冰黑咖啡，今天是放了气泡水以外，会放了一支混种柑橘跟柠檬的莱姆，哦，那所以它会有一些柑橘的味道在里面。OK， 谢谢，那你们，好，谢谢，嘿。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豆单，豆子都自己封的，跑掉了。然后那一杯120啦，哦，那个不好喝就骂老板娘啊，不，那个就喝喝看，哎，希望他可以帮你介绍一下，保证好喝啊，哦，挂保证，不好喝不用钱，嗯，对，不好喝不用钱，赞，嗯，这句话不错，嗯，我跟你聊落去啊，起码零挂麦啊，啊，不好喝我就直接说不用钱这样。同样的颜色点点，哇哦，蛮特别的。嗯，好喝。那等下 N 嫂品尝看看，像老板娘这么漂亮啊。啊，好，谢谢。你要一包花魁跟一包金杯意式吗？然后就是有气泡水跟柠檬，还有咖啡的香气，还蛮好喝的。好，这样是120。好，这次喝就有上次在这个教父牛排喝那个气泡水的感觉了。怎么样？不合你的口味。这不是我的菜。嗯，好。好。一票 OK， 一票不 OK。没有，好喝了，好喝，好喝。谢谢。
有点那种西西里咖啡，但是没有糖的版。对，就是没有加任何糖的，就像西西里咖啡。对啊，可是它没有带很重的苦味啊那些的，对啊，所以它也没有那么重的茶感。好，谢谢。带过来。好，谢谢。好 ，M 嫂拿不定主意了，大家还在考虑呢。其实你们咖啡会偏酸吗？我们今天这两款西西里是那个就是草莓口味跟荔枝口味，然后这个的话，我们冰滴是用那个耶加雪菲来冰酿的。喝起来呢是会有地瓜的香气或荔枝的甜味。蛮特别的，要不要喝喝看？你们会排斥甜的吗？那这个就是纯咖啡，冰凉咖啡，就没有偏酸。这个不会偏酸，这个就是会回甘的。那就买啊，买喝喝看。冰凉方式不是热冲，要不要喝喝看？再看。这个。好，那喝这个。那150块。150啊。加购可以吗？不用，要送你一个钥匙圈哦，感谢。然后有空到我们这边来看画展听音乐。好，可以。好，这个是加架构啊，他们叫这个西苑美学会所，没有。好不好喝？好喝。好。哎，不对。好，帮我拿一下。到底好不好喝？是带酸，不是我的。带酸。就稍微偏苦。好了，没关系了。反正这边就喝各式各样的咖啡。刚有一个导览，全导览，看看哈。欢迎尝试之后来试试看，觉得哪一个特别好，或者合适喜欢的，我们可以在这边做尝试。那也可以做体验，有问题都可以问。像这一间，我们现在一家看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这现在这边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。目前还已经有点多。好像就是这边的特色导览。好，那。看消费看看好了，谢谢你，特地我从新竹跑来的，这是有一段路很远的。等我一下，帮你包好。好。啊，全家你们那个甜点也有在卖的吗？甜点有在卖。那我想买一个那个柠檬斯塔森。好，柠檬塔。对对对对。好，谢谢。他姐姐可以等，没关系。好。好，那就再消费一个试试看啊。啊，直接吃啊，不用直接吃。真的吗？好，谢谢啊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就给这位小姐。用平常店里面。好，那今天这个拍摄可能就很生活化，可能不是那么的美丽啊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 ，OK， 好。刚刚这个是那个。
越式越南的，这个也是特色的哦，有那个春卷。介绍一下，他们是哎，又遇到了。好。好，那今天唯一吃到的花钱买的这个柠檬塔，现在就试试看啊，感觉应该是不错。嗯，好吃。啊，酸酸甜甜，像极了爱情。嗯，好，那分数我觉得是，但这应该要配咖啡啦。那稍微甜一点，但是配那不甜的咖啡。嗯。好，分数88。啊，那各位来就祝你逛得开心了，拜拜。好，小姐你好，那个在马路上就有碰到这个青草茶试饮啊，完全不用钱嘛？不用，左手香青草汁。哦，好，那就来一杯吧。或者是来一罐也可以，可以这边欢迎，可以跟老板买，喝了喜欢再买。轰轰轰轰！啊 ，sorry， 店名叫做红顺青草茶。对，没错。哦，这样啊，是千金吗？长这么漂亮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是自贡。啊，自贡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万华老城咖啡香的自贡。那、哦、那杯左手香青草汁有消炎的作用。消炎啊。对，如果发烧啊、喉咙痛啊、牙齿痛都可以喝。哎，对对。然后左手香老板是说倒一倒可以敷在外伤旁边。哦，这样啊。对，也有消炎。这样啊。像我心里常发烧就哎。可以。对。好 ，OK。身体好，身体好。Oh my god！ 味道很浓。哦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本身长得不帅，没关系。哎，好，喝喝看。不会啊，就很特别。你喝喝看嘛，你喝喝看啊。喝，我又不是苦啦，是青草茶的感觉。对，你可以先听它本人就是长这样。还有就是那个香味。来，顺便跟大叔没有说说看感想是什么。对啊。来，你喝看。来喝一下，喝一下。喝这个咖啡香的活动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良药苦口。哎，不行。那个整瓶换成现金不要了。啊，没有，开玩笑的。是。哎，它就是有点感觉，有点好像有点带薄荷的香气。对对对对对。嗯。他们说你就像薄荷的功效。哎，像薄荷功效，除了薄荷之外，然后感觉好像还有点那个什么青草的味道。业主啦，哦，OK。我是觉得有一点像西式香料那种，香香的，有这种感觉，哎，啊，自贡啊，哦，就是你在那边做一天都没有钱这样。啊，我们有一些回馈啦，对。哦，我想说这样你怎么会甘愿啊？不是，没有，就是万华在地的好活动，我觉得可以支持一下了。哦，这样，所以你也是在地人，两位都是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是的。哦，赞，好辛苦了，哎。谢谢你们。你们还没喝完啊？香的活动哦。Oh my god！ 谢谢，谢谢，哎，好，那这个就这个了啊，青草茶试饮体验，好，这个就是刚那一支青草茶本人呢，对，就是等泡出咖啡。这个哦，如果有开饮料店的话，大概一天卖不到五杯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？啊，开玩笑的，还是有，哎，对对对，没有，刚那句是开玩笑的，哎，那照一下这个老板这个哦。卖那么多年的话，应该要弄好喝一点，不是那个像那什么可口可乐啊，就明明那个哦，可口可乐，就是没有，就是好的功效，哦，对对，然后越喝越胖之类的，啊，没有没有，就是开玩笑，就是喝得很开心这样子。你要盖章吗？拿这个裤衩没有拿出来，我没有帮你盖。OK， 好，盖哦。好 ，OK。怎么样 ？Hello， 我们是万华老城咖啡香的活动。啊，你写咖啡哦，我们是卖青草茶。没有，我们这里是跟红顺青草店合作，我们这边是左手香青草汁的试饮。多久汤？多久汤？左手香。Hello。爹爹，叫。好好。排队，排队。啊，宝藏阿姨喝下去绝对会后悔，不是那个喝下去绝对很开心。前面有拿这个卡，我们是买来会后悔啊。哎，我也不晓得，你先喝看。喝看。你挂麦啊？对。是万华老城咖啡。哦，很想要拍阿姨的表情，但是不敢拍。你讲什么？好。
等于是那个苦茶的芬芳版，苦茶的芬芳版。好，好了，那就等各位来亲自体验哦。而且一路上，好，再来就 M 嫂还要吃东西。